这要想身体好，这早餐要吃饱。哎，早饭啊，吃个小加大。樱花果冻制作不易，进来老铁双击关注留一留啊，搂它。香肠配泡菜啊，今天早上有点饿。10块钱的小笼包啊，一口一个，好吃。啥鸡儿？捞它就完事了啊！嗯，开始。哎呦，爆肝啊！老香了。皮儿啊，蓝莓味道的大福。奶油，不一口吞给你们看看。吃个玉米，嚼不动。嗯，芝士面包，高跟鞋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个里面的糖果可以吃。大茄糕，挺长时间没吃了。好吃，有的地方都没有。来个夹心海苔啊！觉得脆的给个双击啊！